就算葛家红千错万错，你也不该害得他家破人亡。老夫人没有对不起你，你让他死不瞑目。你说什么？我是来替葛家报仇的。你不是母亲，你是锦儿。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德金，害得他们那么惨？你会怎么面对老夫人？
静儿，我的好妹，你可知姐姐现在的心情？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宁可我们从来未曾相遇，起码你会平安地生活在葛家，成为奶奶最疼爱的媳妇。是姐姐害了你，为什么老天爷对我们如此残忍，让我们才相认就把你带走？你回了上海，为什么不来找我？你那么娇弱，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勇气独自面对威廉和柳如烟？你就这样傻傻的牺牲，叫姐姐怎么甘心？静儿，你不能白死，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静儿，我的好女儿啊，你的命运都是你爹我造成的，爹对不起你呀、啊。孩子，你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回家让爹娘为你做主啊？你怎么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姨父，姨妈，锦儿已经入土为安了，你要节哀顺变。姨妈，雪儿，裴渊，我们先走了，我不想见到那个人。亚洲顶级线上博彩公司澳门新普京4499.88.com，美女荷官在线发牌，百万提款3分钟火速到账，更多游戏更多精彩尽在澳门新普京娱乐城4499.88.com，天天开出彩金大奖100万。静儿，你为了我两度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但终究还是躲不过这一劫，我们夫妻一场，让你遭受这么多的磨难，我心里面也有着万般的遗憾。如果你地下有知的话，请你原谅我没有办法给你你一直渴望的情感，但是你的善良，你的温柔，我会永远记得。你好好的走吧。起来，你这个人面兽心的魔鬼，竟然生前你不保护他，你跪有什么用？你给我滚开！魏先生，魏先生身上有伤。表哥，你让他跪吧，这是他欠静儿的。不，我不让他跪，我不让他跪。他跪在这儿，这是为了让他自己心安。我为什么要让他心安呢？我要他永远欠静儿的，我要他愧疚一辈子。表哥，我想就是锦儿，也希望威廉能陪着他，毕竟他一直是深爱着威廉，也希望能做他真正的妻子。好表妹，好锦儿，你为什么不让我来爱你，来保护你呢？
我们走吧。您别难过了，静儿真的去了。我不光为她难过，我更为自己感到愧疚。女儿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事已至此，不如说清楚了吧，跟威廉彻底划清界限。从此我杜家跟他再无瓜葛。爹，我不同意。外人从来不知道是妹妹嫁给了威廉，就连官府也意外地了结了妹妹的案子，就连墓碑上刻的也是景儿的名字。对大家来说，杜暮雪依然是威廉的妻子，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我搬回学院。我最不愿意的就是这件事啊。女儿啊，你再也不要回学院去了。从此以后，你再也不要为顾全爹的面子而误了自己的一生。我看透了，当初我让威廉那小子唬得晕了头，所以才对他言听计从啊。我以为他会善待景儿，可是景儿已经成了牺牲品，所以我不能再把你送进虎口啊。女儿啊，你要是真喜欢那个葛家红的话，就把他找到上海来，你们好好的办个婚事，爹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了。爹，锦儿不能白白牺牲。在她临死前，她说是为葛老夫人报仇，应该是指湖州葛家出事才让老夫人去世的。虽然她没来得及说清楚，但她是否知道威廉就是整件事的主谋？我希望自己去把这件事查清楚。况且爹的钱庄也在他的手上，杜家怎么可能跟威廉毫无瓜葛呢？
哥，你一定要走吗？留在这里，所见尽是伤心事。不离开这里，我怕这辈子都走不出这样的阴霾。哎，我一个人孤独惯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知道你所做的种种都是为了讨回一个公道，但我还是必须劝劝你，锦儿和葛家红的牺牲已经造成了太多太多的遗憾，你这样一直追下去能有多大的意义呢？我相信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昨天晚上跟姨父姨妈辞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两位老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突然苍老了许多。你坚持要回雪原，他们阻止不了，但你心里一定要多为他们着想。对于他们来讲，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平平安安的，知道吗？我明白，我会小心的。表哥，记得常写信啊。嗯。等一切水落石出以后，或许会去英国找你呢。到时候，带着家红一起来。唉，他带着伤还去祭拜锦儿，到现在还不回来。小姐真是太危险了，还好这丫头死前什么也没说呀。嘘，你不是说交给你办的事万无一失吗？小姐，我告诉你，此事到此为止，你也不许再提，明白吗？明白了。哎，小姐，不过发生了这事也好啊，小姐拼了命的救了姑爷，而杜慕雪对姑爷绝对不会原谅的，这样一来对小姐只有好处啊。当时我也想不了那么多，威廉的命就是我的命，我当然要救他。锦儿会变成这样真是意想不到，心头患已经除了一个，还剩一个杜慕雪。哎，小三，这熟了没有？哎，别乱翻啊，这东西啊不是这么烤的。哎，这个好了。哦。小盖子，照百度的老头那么形容，我想锦儿是离开湖州了，我真担心她的安全。少爷，我想锦儿姐姐要是没做好准备的话，可能也不会这么决定，咱们等消息吧。来，你先趁热吃一个吧。我不饿，你吃。家红少爷，你在担心锦儿姑娘吗？不会有事的。不只是锦儿的事，再找不着活干，连烤土豆都吃不起了。少爷，其实找活这种事也不能着急嘛。我跟沈大嫂合计过了，这些土豆还够吃很长时间呢。是啊，家红少爷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对啊，少爷，机会总会有的。机会？每个人都把我当瘟神似的，你们的机会也被我弄没了。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啊？好消息，好消息，哎呀，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哎，什么事这么高兴？明天码头上需要一批搬运工，至少有十天的活呢。啊，工头已经答应我，可以带自己人过去。哎，真的，真的。哎，少爷，你看，我说机会总会有的，这不就来了吗？对啊，少爷，明天我们大伙就能一起干活了。天无绝人之路，会好的。洗洗手吃饭吧。哎，好好好。来，少爷来。小三，赶紧赶紧。小三，大宝呢？没看到啊。大宝，大宝。来了。哎，大宝上哪儿去了？来来来，吃饭。刚下工就不见你人了，你跑哪去了？我刚才去做了件。
你不是本地人吧？你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啊？好爽，好久好久没吃这么饱了。哦，又是你呀、啊！是你啊！是我呀！是我。你们都认识啊？嗯，认识，我们都认识。易公子，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我这当初做富家少爷，家宏大哥不肯跟我做朋友，我现在落魄了，你们总该收留我了吧？弄得比我还狼狈啊！就是，这才几天的功夫，你怎么就落魄成这样了？你们也知道，这个世道就是见高拜高，见低踩低的，以貌取人。我就是为了跟嘉宏大哥做朋友，才不得已大众脸充胖子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家子弟，我家早就家徒四壁了，经常是吃饱了这一顿，不知下一顿在哪里，居无定所。到了夜里，我就随便找个屋檐下，或是墙角边靠一靠，就过夜了。那可是我们这儿也没有你的铺位啊。哎，没关系，你就跟我睡吧。什么啊呀？还不赶快谢谢我们家少爷？对，嘉宏大哥最够兄弟了。把兄弟，你吃饱了？哦。可我们都还没吃呢。就是啊，你看被你这么一搅和，饭菜凉了不说，这一大半还叫你给吃没了。没关系没关系，小兄弟你吃啊，菜有的是。谢谢沈大嫂。我再去炒两个菜啊。哎，要是锦儿姐姐在，就能帮上沈大嫂了。是啊，嘉宏少爷，你得把锦儿姑娘找回来。对，要把锦儿姑娘找回来。你知道锦儿是谁吗？你瞎搭什么腔啊？刚才大宝说了，这锦儿姑娘一定是嘉宏大哥的心上人，对吧？你别胡说，你吃饱了，就先去捡些柴，烧了热水，好好的呢，洗个澡。洗澡？那当然了，要不然你臭了吧唧的，谁跟你挤一张床啊？是挺臭的，我去洗澡了，我去洗澡了啊！哎，那边儿，在那边，那边，那边，我这就去啊！哎，吃饭吧，吃，都让他给吃光了，还吃什么呀？哎，你睡不睡啊？睡，我这就睡，这就睡。睡还不赶紧上床，等我家少爷啊？哎，不是，我就是还不困。你不是嫌床小，不肯跟我们挤在一块儿吧？哎，怎么会呢？我们是兄弟，我就是肚子不舒服，有点胀气。哦，哎，你胀气可别在屋里走啊，放个屁还不得熏死人啊？对，我出去走走。哎，你们先睡啊，我出去啊。真搞不懂，少爷为什么要收留他？睡了。明儿还得干活呢。瞧他这个茶不思饭不想，又不睡觉，八成又在想他那个没良心的老婆。那个什么什么儿的姑娘又是谁？嘉宏大哥，元峰。嘉宏大哥，你还没睡啊？你还不睡啊？你不也是没睡吗？我去睡了。
书生啊，没问题，放心。哎，你，还有你，你们俩把这车货提到仓库去。哦哦哦，快点！啊，小三，仓库在哪儿啊？哦，你跟着前面的板车走就行了，小心别跟丢了啊。哦，好，哎，跟着他。哎，走。少爷，你还好吧？你别管我，快走。哦，想不到我葛家红会落到这步田地，居然还被邀来贺去干这种粗活，简直是报应。怎么又是你啊？哎呦，我不能总是白吃白住你们的，我总得尽点力，这点江湖道义我还是有的。哎，你呀，啊，你呀，啊，请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啊，别以为昨天晚上留下就可以不走了，别再缠着我，走走走走。我哎呀啊，江湖大哥，江湖大哥别这样嘛，有我在多好啊，还可以帮忙，你们可以多出活，可以省点力气，对不对啊？哎，算了算了，少爷，就当多他一份力量吧。快点，快点，抓紧了！快点，快点，抓紧时间，那边等着呢，动作快点！啊，好。哎，那边那边。哎哎，快点卸货啊！抓紧时间啊！快点！嗯，家红，快点！快点！什么呆呀？那工头在催我们。快点！哎哎哎哎！嗯，闭嘴吧你！你没看我们家少爷心情不好吗？怎么了？这仓库以前全是葛家的，现在却改了字号，你说我们家少爷心情能好吗？磨蹭什么呢？干不干活了啊？码头那边还等着呢，你们是谁介绍来的？明天别来了。少爷来干活干活。少爷，
葛少爷，哎，你们来看看啊，这不是葛家大少爷吗？嘿嘿，真是风水轮流转呐、啊！我让葛家吆喝了半辈子，嘿嘿，没想到现在轮到我来吆喝葛家大少爷了啊！有意思，有意思！嘿嘿，你们来看看、啊，少爷，哎，嘉宏，嘉宏大哥。好你个葛家红，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该打的人不打，我对你好，你还拿我出气。葛家垮了，仓库没了，又能怎样？你还年轻，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有决心，一切可以从头开始啊。你说的都。亚洲顶级线上博彩公司澳门新普京4499888.com，美女荷官在线发牌，百万提款3分钟火速到账，更多游戏，更多精彩，尽在澳门新普京娱乐城4499888.com，天天开出彩金大奖100万。听松啊，我两手空空，只能感谢林姑啊，没学识，又没背景。连住的地方都是借来的，哦，你当仓库、房子、生丝厂，是玩家家用泥土堆出来的？你，葛家是你败掉的，仓库、生丝厂是你一手弄垮的，又不是我害你的，你吼我干什么？那谁叫你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我，好，就算我多事，可我又不是坏人，我又没有害你啊。你告诉我，你们葛家到底怎么了？说不定啊，我还可以帮帮你呢。哼，就凭你？是啊，我爹他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可不要小瞧我。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葛家就是因为有我这个不成才的败家子，才会被奸人一步步陷害到家破人亡。要不是我命大逃过一劫，我们葛家就绝后了。想不到你的遭遇这么惨。你最好躲远一点，免得被我连累。叫什么话？我行走江湖多年，最注重的就是江湖道义。不管怎样，我们兄弟一场，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我啊，一定要帮你把那些坏人找出来，替你们葛家报仇。唉，其实啊，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不比你好到哪儿去。虽然我没有被奸人所害，可是厄运却始终缠着我们一家不放。你有这么惨？那可不，先是乡里的那些地主恶霸一把火烧光了我们所有的家当，接着我爹和我娘被气得病死在异乡，我还差点卖身葬父呢。说有多悲惨就有多悲惨。元凤，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惨的遭遇，对不起。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就只有你这样一个好兄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鼓励，互相打气，一切从头开始。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同样的遭遇，你却比我乐观多了。是啊，老是自怨自艾不是办法，我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真是好哥们儿。这么说你愿意认我这个兄弟了？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嘉宏大哥，我们是兄弟，以后不管什么事啊，你一定要跟我说，我会义不容辞的帮到底的。啊，你笑什么？瞧你啊，自己三餐都不记了，
还想拉巴别人。哎，嘉宏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个接近你的人都是奸佞小人，像我这种豪气干云的好兄弟，我跟你说啊，我行走江湖多年，最注重的就是江湖义气。够了够了够了，你的心意我明白。我的心意你明白了，那谁明白你的心意呀？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儿的姑娘啊？你在说什么？哎，就是那个，我看你呀很关心的那个，她是谁呀？景儿。嗯，哎，她是我奶奶的丫头，现在葛家垮了，她怕给我造成负担，投奔她姐妹去了。哦，那你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想那个让你伤心的老婆啦？你管太多了，走啊，回去上工啊。啊，嘉宏大哥，我没看错人吧？你找我有事？看来你的伤好多了。你也会关心我的伤啊？我看不只是为了这件事吧。我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安排我到秦州去帮忙。为什么？你不愿意就算了，当我没说。哎，等等，进来说吧。你还真有本事啊，上门来求我帮忙，怎么比我还没耐心啊？我还没说不呢。好，说出个道理说服我，我就答应你。四个字，重修旧好。你说的是真的？你别误会了，我说的是你和我爹之间的关系。自从锦儿出事之后，我爹对你是大失所望，但是大胜钱庄是我爹一生的心血，因为我们之间的怨恨弄得你和我爹反目，我觉得实在有些对不起他，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在钱庄做事，一方面可以让他知道是由我代表他盯着钱庄的大小事，而另一方面如果钱庄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他对你也会慢慢释怀。穆雪，你果然是个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女子，也许你也会慢慢对我改观。其实我对爹是十分尊敬的，所以即便当初我发现他以假换真把锦儿塞给我，我都不曾怪罪他。但是如果把发生在锦儿身上的种种都怪在我头上的话，那对我来说是太不公平了，更何况我也差点赔上一命。唉，锦儿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值得了，葛老夫人的死怎么会跟我扯上关系呢？我左思右想都想不明白，恐怕是他那个宝贝孙子气死他的吧。反正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你愿意在我和你爹之间夹环两头，我真是太高兴了。穆雪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有心啊，我真是越来越服你了。这么说你是答应了？答应啊，当然答应啊，有你这么好的贤内助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快吃啊，抓紧时间吃饭了。快点！嗯，你出去吃，嘉宏大哥，我的活儿都让你帮我干了，你多吃一点。这样你怎么够吃啊？嗯，你也吃。饭粒儿别浪费啊。
怎么了？大惊小怪，像个姑娘似的。快吃啊！哦，吃吃吃！哦哦哦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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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点走到我在那边看看往那头去找看什么呀吃吧吃吧没有快吃到那边搜搜看你走了这下死定了挨个搜哇你怎么不吃了我到那边看看 我肚子疼我去茅房挨个搜快点怎么那么多官兵啊这不是工头就报官了吧站起来站起来走走走快走快走我坐下快走走走啊走啊快别让他跑了抓住他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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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闪开！让开！让开！让开！抓住他！去那边报仇！抓住他！快点！好了，来了！快走，快走！去那边报仇！快！来！追！追！站住！站住！站住！快！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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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